文帝之后六年，匈奴大入边，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，军霸上。柱资侯徐厉为将军，军棘门。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，军细柳，以备胡。上自劳军，至霸上及棘门军，直驰入，将以夏季送迎。已而至细柳军，军势力披甲锐兵刃，构弓弩，持满。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先驱曰：“天子且至。”军门都尉曰：“将军令曰。”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居无何，上至，又不得入。于是，上乃使使持节召将军。吾欲入劳军。亚夫乃传言开闭门。闭门侍立谓从属车骑曰：“将军曰，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天子乃按配徐行。至营，将军亚夫持兵一曰：“戒纣之事不败，请以军礼见。”天子为动，改戎试车，使人称谢。皇帝敬劳将军，乘礼而去。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文帝曰：“嗟乎，此真将军矣！”囊者，霸上棘门军，若儿戏耳。其将固可袭而虏也。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也。称善者，久之。